算了吧，就一盆花而已，没有必要责备你。起来吧。谢母后。我撒谎了，因为你。我知道啊。你到底是谁？王子不是知道吗？我叫娜娜，史瓦格娜娜。阿英身边的那个娜娜，你知道吗？真真知道。此人不能留，我让你帮我办两件事。是。您赐给孩儿那盆茉莉花，它碎了。是谁给它碎的？是孩儿打碎的。你恨他吗？恨，恨不得掐死他，处心积虑在骗我。如果是我，我会原谅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听你说的话，我感觉你并不恨他，反而觉得你很想念他，而且这里有他。放屁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回回来就是为了天珠而已，不可能是为了你啊，天珠知道吗？我这一家子到现在还因为你在牢里吃苦头，还有夏淑嬷嬷平时都对你多好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就因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就因为你这么点小恩小惠，我就忘了他们，我是什么？我要宰了你！然后，娜娜，想什么呢？叫你好几声都不应。发呆？你没发过呆啊？哼，发呆还这么理直气壮呢，还不是仗着阿英王子给你撑腰？跟我走吧，拓月王后传你。就在这等着吧。王后传我干嘛？当然是好事，也许是你伺候阿英王子伺候的好，王后要赏赐你。就在这等着吧。哦，退下吧。是。大胆妖女，你可知罪？妖女？谁啊？我啊？怎么着？这长得好看的都叫妖女啊？妖女，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，传拓月王后口谕，史瓦格娜娜迷惑阿英王子，犯下重罪，抓住他。是是。啊！干嘛干嘛？哎，下手怎么那么重啊？抬走。小人冲撞了王子，请王子恕罪。慢着，王子还有什么吩咐？你可见到我宫中的娜娜？王子恕罪，小人什么都不知道。王子恕罪，恕罪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把你知道的统统告诉我。是真真大人奉王后之命带走了娜娜。什么？他犯了什么错？真真大人说他迷惑王子。拉起来。
上次是我神，又是你，这次是我奉旨杀你。你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，这可是托月王后吩咐我杀你的，就算我想留你的小命也无能为力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干嘛？住手！是托月王后下的命令，我也无能为力。